他就可以蹲到后面，然后去啃。而且他现在很坏，早上带他去尿尿，他厕所尿，他没有尿完，他就想出来。又两个厕所，然后他到客厅的厕所又去尿一次。他现在还是会到厕所吗？不太，就是还在教哎、欸。对，早上的那趴还是会。对。我玩一玩还是要走的阿姨。他的毛有修过，对不对？他之前就有修过。